你带我去相亲去，你带我全见一下老头，我没意思啊。于老师你热，你以后再结交朋友你就问家里有没结婚的女孩没，你再去，要不然你就别去。我背后不少朋友都是商界大佬，你就好歹忍着点，完了以后娶回来那商家大佬的钱一半就是你。我要他钱干啥，我钱也够花了，现在你给的挺多了，钱太多就是痛苦了。喂，用钱去做慈善嘛。没事，我将来要做慈善，我从你那拿。